Hello，大家好，我是大师，我们频道，记得按一下订阅按钮跟铃铛，个就是我的 I H F P 推取 p 哩，还有 d i s c o 好，今天要介绍的角色是是六旗，那是绝品的冰属性且位哈。好，啊天赋的部分呢，神来之笔，免伤和法防提高八趴到十五趴。那么携带的有害状态数量小于等于三个。 则额外提高十趴，OK，所以它看起来是反而是不要不要有 debuff，然后代替香菱一格内的友方承受所有攻击哈。那使用绝学后护卫会可以提高二到三个，那持续两个回合，OK，就是任意绝学就是可以的，在这个天赋就是常驻。 好，那如果是非伤害绝学的话，驱散自身三个内所有友方一个有害状态和敌方地形。那诺维伤害绝学呢，则获得一层破邪符的状态，持续三个回合。那破邪符呢，自身不惜带有害状态的时候呢，一格范围内的敌方角色无法被护卫。每层状态使用是哎、欸，每层状态使作用范围扩大一格哦，那你最多可以叠加至两层哈。 那总而言之，就是非伤害觉醒的时候呢，就是扩大这个范围，然后去上友方的 debuff 哈，然后跟这个敌方的地形，然后这个破邪符的作最大的作用就是敌方角色没没办法被护卫，其实有很多关卡敌方的铁卫一直在那边护护卫，真的是很讨厌。 好，绝学的部分哈，万宝灵符选择一个绝学进行释放哈，它可以切换为这个显形灰印跟这个倒气如壁哈。那显形灰映呢，是选择一个格子进行释放，对范围内的所有敌方造成零点四倍的伤害，施加施加段不一的效果，持续两个回合。绝學,学后，在目标格布置显显形印。 持续两个回合，那段步一是移动力上限变为四哈，那险些硬是两个范围内的敌方是无法被选中的效果，那烟雾地形除外哈。OK，就是这个、这个圈圈吧，这个圈圈是这个圈圈吗？绝学后在目标个哦哦，应该是这个地方。哎，大家看不到我画数。 好，反正呢，就是可以让无法被选中啊，这个效果实在是，我觉得这个效果很讨厌，感觉干扰记得蛮多了。好，盗气如币呢，也是选择一个格子释放哈，那是对范围内所有方施加避险的状态，持续两个回合。决绝后在目标格布置金币符，持续两个回合。那避险是免疫敌方造成的位移效果。哦，这个还不错，哦，反正很适合，真的很适合打 PVP。 那金币符呢？两圈范围内无法生成敌方制造的地形哈。范围内的友方遭受绝学攻击之后呢，那攻击者攻击前不处于友方的金币符范围内，免伤提高十五趴。好，再来是菱形塑形，主动使用的时候对范围内的所有友方施加精准跟塑形哈，两个回合。那目标存在处于冷却中的绝学，则额外施加醒神状态哈。那塑塑形是直线移动的时候，移动一加一。1 景神是免疫绝学冷却，绝学冷却时间增加，免疫绝学冷却增加哦。好好，再来退上预令，对放围内的敌人造成零点五倍伤害，自己施加封牵两个回合，然后推开两侧目标一格。看哦，两侧目标，这中间那一个人不会被推，旁边的人会被推掉，并施加这个冰结状态哦。然后这个是大型的 AOE 景哦。 好，再来比价比太虚，选择一个空格进行跳跃啊、哦！怎么让我想到攀升啊？这放那个所有敌人造成你一点被倍的伤害，施加迟缓一哦，还不错。但你就是要跳进去了，OK。但是如果是我的话，我想一下我会怎么做？先放豆酱，把它们吸过来，强迫打理性，然后再放这个价比太虚，那施加迟缓，这样会比较好吗？ 啊，在谢会谢会谢会未增解会未增主动使用的时候恢复单个角色的气血哦，是物共一点五倍，然后施加雇员跟辟会避税状态持续两个回合，免疫污秽哈啊会了你会税谢会未增。 好，神兵的部分呢是遭受攻击对战中每战提高五到十八，对战后驱散自身有害状态，并获得一层破邪符哈，持续三个回合。嗯，老实说就是战，你要神兵要满才能驱散一个有害状态的，然后还有阵法哈，就是咒咒师跟斗将，然后自身携带有害状态数量小于等于三个之后，伤害跟每战提高八发，阵法就 OK 还行。 啊，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只角色呢？还有什么想法，欢迎在底下留言跟大师做一起做讨论呢。看起来就是打 PVP 用的啦。然后水酒这些可能就会被取代哦。好了，那小爽频道记得按下订阅两个铃铛，记得作用的 IGFB、Twitch、BB 还有 Discord，感谢各位今天今天的收看，拜拜。